这低端局是真不能多打呀，打多了还以为每个人都是呆呆呢。这敌人前几发子弹一枪没中，还以为他是个呆呆呢，想过去撞他的，结果他后几发子弹全中，活生生的被扫死。要是有像打战神局那么稳健，这把肯定就吃鸡了。现在好了，第三名加了21分，又是差一分渡劫呀，又是差一分。这差一分就荣耀皇冠一的局，咱们还是打度假岛吧。这度假岛的黄名字是真的多呀，一般来讲黄名字多不多也就意味着这局的高手多不多，这局的高手看着挺多的，不能再掉以轻心了，稳健一点，争取吃个鸡。本局还是从海角镇到的蓝海湾，这局游戏还是大成打的，大成标点科学馆，看着他是想去科学馆钢枪啊。落地还算完美，但是左边也落了一个敌人，不巧的是大成的落点并没有枪，所以说还需要往前走两步才能捡到枪。听脚步听，穷追不舍，左右横拿加秒盾成功带走这位敌人。其实像这种跳钢枪点钢枪的话，落地的第一时间就不要挥拳取消那个翻滚动作了，因为这样有点拖时间，你可以直接翻滚，在翻滚的过程中它是可以捡物资的，可以捡枪的。停脚步，科学馆还有一位敌人，穿的衣服竟然都一样，一个反弹几何雷送他上西天，但是怎么没炸死啊，虽然没把他炸死，但是把他炸懵了，打他的时候他竟然都没还手。这把科学馆跳的人好像有点少，才两个，现在科学馆应该是没有敌人了，那就好好发育一下吧。 SLK 一定要拿的，这把枪实在是太猛了，发育好之后就可以在科学馆待着了，等待圈刷，顺便收收人头。有枪声，可以过去看一下，好像是个人机，他拿的是 M16，确实是个人机。第二个圈还没刷完呢，现在死了的话估计一分都没有，说不定还要扣分呢，就在这里待着吧，看下个圈怎么刷。第三个圈刷出来了，不在圈，需要开车进圈，进圈占个点，看决赛圈怎么刷。有点位的话决赛圈就会好打很多，但是没点位的话决赛圈就会很难打。但是这度假岛也太小了吧，还没开两步呢就差点出圈了，来这里待着，就这两个小房子内，不要着急进，先看一下房子内有没有人，小心有老六，度假岛老六可多了。再用雷清一下垃圾箱，小心垃圾箱里也有人。没人，没人的话那就趴在床上喝饮料吧，等待圈刷就行。苟着苟着，想上分的话必须得苟着，决赛圈才是我们的舞台。完蛋，第四个圈刷出来了，不在圈，怎么说，看一下大臣是直接走呢，还是说在这里待一会儿跟着毒走。但是度假岛跟毒走的话确实不太明智啊，因为他们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能扛毒。哎，大臣捏这个雷是什么意思，难道是想排点吗？不对，来脚步了，没炸死，喷一枪带走。他这个雷应该是想排点的，但是碰巧来人了，所以说就把这个雷给跌了。大臣杀完人之后并没有选择走，而是选择在这里扛毒。在第四个圈还没有刷完之前，只要在安全区100米之内都是可以无限扛毒的。大臣距离圈只有47米，所以说可以多扛一会儿，毕竟身上这么多止痛药呢，不用岂不是浪费了。现在第五个圈已经刷出来了，附近好像也没有什么人，可以动身进圈了。这边还有人打架呢，先不进圈，先补个状态，状态补好之后再进圈。啊，这什么情况，状态补好也不进圈吗？看着大臣这把采用的是跟毒走的策略呀。第四个圈准备向第五个圈靠拢了，大臣现在也该动了吧，不动的话待会就会被毒死啊。五圈的扛毒极限距离是40米，在送完之前必须要赶到40米之内的，否则就会打不上药，然后被毒死。大臣现在距离安全区有55米，不过不用着急，因为现在的毒圈还正在缩，还没有缩完呢。只要在缩完之前赶到40米之内，就不会被毒死了。现在身上也就剩2瓶止痛药了，可以进圈了。听脚步，小底下有人。这大臣不把止痛药用完是坚决不进圈呀。现在身上就剩下最后一瓶止痛药了，在打药期间也是封了一颗烟雾弹，省得一进圈就被人给弄死了。止痛药终于又没了，但是还有一根针，不打吗？好吧，确实是没打，封烟进圈。停到脚步了，他是没过来的话就继续喝饮料补一下状态。这个人应该是在山坡下面的，这个位置还不错，是在圈里啊。大臣往下扔了一颗烟，难道是想跳下去吗？这个位置真不错，难道不再等等吗？在上面再待会儿说不定还能收到人头呢。现在场景下最后的2名敌人了，吉普处有一个，剩下的1名敌人不知道他的位置在哪，应该是在桥底下的那个厕所里，刚才听到桥底下是有脚步的。
还有十四秒就要缩圈了，看一下他们三个怎么说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圈要缩了。大秦此时也是把手里的震爆弹全部丢了出去，但是不知道有没有震到敌人。哎，击不出的人动了，喷喷喷！什么情况啊 ？S1K 这把枪不是很猛的吗？怎么拿到自己手里就这么弱呀？喷中了两枪都没喷死，反而被厕所的那个人吃鸡了。应该是没带鸭嘴的原因吧？如果 S1K 带鸭嘴的话，刚才那个人肯定就死了。不过好歹也是加了13分，成功渡劫到荣耀皇冠一。这个赛季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大秦能把这个号打上战神吗？我也是很担忧啊。